你在这里是哪里？那里是哪里？捷运啊。对啦，捷运啊。我们这个最后来，最后主题捷运站，我们最后这个九月底结束啦，我们就带大家工作室同仁们一起来看看。大家努力那么久，再来看看。来看看。你要爆发能力。有哎，还有谁？对，还有爸爸，还有谁？哇，把自己放最后，你看，哇，厉害了！好，我们来带大家最后来看看呢、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问你呀、啊，他怎么这样？他怎么这样？他怎么会这样眼睛这样？我怎么了？你去看，哎，怎么长这样？我怎么长这样？嘴巴啊，你在捞金鱼的、啊？在捞金鱼的嘴巴。那是什么龙？粘住。粘住啊！你看，有啊，粘住了。哇，你玩这个啊？哇！哎，你们自己没写过。哇，我们来看看 Laura 偷写的什么。谢谢所有的粉丝，有你们的陪伴，一切都值得了。祝工作室大顺大发。是啊。我觉得这七福墙太厉害了，大家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写，而且有的是很多都是给我们的祝福，给蔡耀贵的祝福，所以我相信大家的心意都有收到，我们这个卡会收集起来啊，回家慢慢的研读，有机会再拍成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谢谢爸爸煮好吃的料理给我们吃，感人。你看爸爸妈妈带孩子来，然后孩子都不敢乱写，是有的没的。大家民众都非常的有功德心，结果都没有不见，连枪给人家拍的枪原封不动放着，大家太棒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说在那边做一个那个人形，有人形，然后坐在那里。对，预计是12月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做一个1:1等身的，可惜，其实都询价询好了。对啊，已经在画了。可惜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下次做菜啊，咖喱也不错。可以。爸、啊，可以。没有人。我去。哇、wow, 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功德心，很棒。对，其实我们也没有限制说，一定拿几张，只是呼吁说大家不要拿太多。哎、欸，真的就不会拿太多。主要是哎，整把拿，那我们两三天就有同仁过来看，对，真的很棒。那我们大概统计一下，这三个月以我们明信片印的量，大概快6万张，然后几乎都快发完了。对，每个月的几乎都快完了。你们重复拿的话，那可能至少5万人次来看过这个展。你这边非常感谢大家，很多从外县市来的，还有的是每个月都会来。我看很久，很多3张都有收集。对，收集到3张，很可惜啊，本来有7、8张可以宣传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活动企划，让大家一起来同乐分享。会的。对，非常感谢，就是这三个月以来，所有来就是参观桃贵车站的粉丝朋友们，就是我每次来补明信片的时候，只要看到就是有你们很开心的拍照啊。那就会让我们觉得，就是一切的努力辛苦都值得的。对，你大概2天就来一次，就来把明信片的补齐。对，辛苦辛苦。谢谢有来的粉丝朋友们，这样我们之后下个计划再见。谢谢。哦，真的很舍不得，大家真的花很大的心力把这些不要哭整理好。谢谢所有来看的朋友，有你们的加油，一切就都值得了。我们会再继续努力加油的。加油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压力超重的。谢谢大家。很好，很显然就是不想要剪接，是不想上太多，辛苦剪接啦，好不好？每个月都很赶，布置完之后，然后每天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
今天那个学又要熬夜一下，明天要上片了，要结束他们很开心，不用再赶片了。老师不要哭，老师不要哭，加油！就是每次都觉得他换的时候，然后大家一起在这边喷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然后每次来轮班的时候，就看到说大家很开心的拍照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但是突然就是要收掉，好像觉得心中有点不舍，但觉得说有种错综复杂感觉，好像又不用这么的，不用那么忙，暴汗啊，然后下雨也要过来，台风也要过来，什么时间都要过来，对，辛苦少少了哈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哎！去哪里？没有认真想，真的会想哭，因为。哭嘛！哎、欸，对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你女儿出生，你都还没哭，你现在要哭多久？女儿生一天，这个生了，至少在这边就四天四夜，然后那时候熬夜也就一起，就是，我真的会哭。真的，妈真的。东方体累，他也要熬夜，然后还要两三点开车来回这样子跑来跑去。分不清是汗还是泪，没有，真的，因为就觉得就是我们既然做了，就要把它做得很好。对。然后即便时间很赶，我们还是要求就是，不论是不是喜欢我们的粉丝，就是希望他们看到这些东西，都是觉得很美好。嗯。而且这中间还经历他女儿出生，然后他还是在忙这个。对。要出生的前一天呢，他在那边搞。哎，对。真的，我们给钟汉哥一个掌声。下次会有更大更好的企划。对，你说的吗？你说的。都搞成这样，不再搞更大吗？我想不到了。我们会想到，然后会把它一样搞得很好。好吧。下次见。就在九月底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顺利完成了这一次的主题捷运展。那我们最后也是拆除啦，钟汉应该是边拍边哭吧。他看着他出现又没有。对，从规划，然后设计，然后到成型，我那天多兴奋啊！对，很开心跟我们分享。对，第一天那个完工，第一个拍照那边炫耀就是钟汉，对，他见证他。就从想法，然后到实现，对，然后到现在圆满的结束了。我觉得开心啊，这个过程，我觉得过程是很开心的。跟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很酷的事情，很有趣的事情，可能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机会了。那我们大家也很用心，很努力，100%全力把它完成了。做好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感谢大家啊，所有参与的、来看过展的所有朋友，然后所有帮助过我们的。伙伴们、工作人员们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对，那我相信来看过展的，应该都有感受到我们用心，然后应该也都很开心来这边参与到。对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在我们的所有朋友的祝福之下，结束这个影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期待下一个更棒的活动，更棒的企划见了。我们一起毕业吧！刚爱你，没爱你。
对，波能。希望桃龟和波能就是平安快乐的长大。也很感谢阿嘎姐姐他们可以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认识桃龟花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谢谢你们举办这个展，那我们看看。希望你们继续努力。真的，阿嘎带给我们真的很多正面的能量，希望他继续加油。爱他们，你们要继续加油，我会支持你们的。阿嘎，你们是很用心的一对父母。继续加油，再生一个怎么样？岁以上才能滑、啊。太高吧！你就妈妈小心哦。好痛啊！你就妈妈小心哦。妈妈，她的屁股。她妈妈屁股怎么了？疼痛。对啊，太痛了吧？哎，你没有哭？你要蔡东汉哭成这样，你怎么没有哭？你才没哭嘞！你怎么没有哭？桃园季节 ，A two 三重三，哇！好熟哦，最近连讲到超熟的，拍好几支影片。桃园机捷 A2 三重站，我们的主题结缘站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。